们一个月内呢，如果 MV 破500万，我们每个成员会办那个 cosplay。我要办皮卡丘，你是桌子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桌子，我要办萨尔达林克，你就像鼠来宝，没了，我不要鼠来宝，鼠来宝，我不要鼠来宝。欧总、周祖安被曝吃止痛药硬撑 ，MV 破五百万，扮鼠来宝，林嘉诚不依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欧总。节目《原子少年》出道的男团欧总八号举办庆功快闪活动，为了新作品，他们每天早上十点练习到下午五点，发行的首支单曲 OAO MV 观看次数三天就冲破百万，速度超车天团五月天哦！三、二、一，好大声！没有。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荣幸，因为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神级天团的这么靠近的。那真的很感谢粉丝们的支持跟帮助。预计今年底会推出EP。是。现在才知道。接下来下一个作品，我会让他们跟韩国的优秀团队。文婷，有想要去韩国哪里玩吗？我们是去工作啊。对不起，不要装啊。我觉得他是目前发言最好的一次。听说这个 OAO 的超晕唯一舞是你们练过算最难的舞蹈之一吗？目前算是。对，你说你今天刻了几颗子都没有。那现在养伤的进度是如何？一开始以为大概要一个月，可是结果大概两个礼拜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应该正常的跳舞。老实说，刚刚一开始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脚抖了一下。我们一个月内呢，如果 MV 破五百万，我们每个成员会办那个 cosplay， 然后跳 OAO。那为什么我帮大家答应这件事情？是我答应的吗？用到我，我的粉丝好像想看我变半鸭子，还有洗的。我的话只能先说我是柯基，我的话好像就是小火龙。小火龙， yeah. 对 对。我想扮萨尔达林克，你就像鼠来宝。没了没了，我不要鼠来宝，鼠来宝，我不要鼠来宝。我发现了，DI 八，我不要鼠来宝。有三个颜色，它就是红色那一个。很像啊！我要扮皮卡丘，你是桌子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桌子。那你自己人，雷曼兔。雷曼兔。据了解，欧总录制好五首新歌，截至年底已接下30场活动，2场粉丝会，2场跨年。就像幻君说的，入股欧总，保证不亏，谢谢大家支持。